大家好，我是加密大聪明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热度很高的项目啊。这个项目它的锁仓量已经突破了2亿美元，近七日就增长了354%。这个项目就是 Arbitrum， 存在潜在的空头可能。最主要原因他们是还没有发币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体验他家的产品去埋伏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，肉眼可见它这个热度在这，目前在以太坊 L2 网络中锁仓排名第一名，已经超过了前段时间发空头的项目 DYDX。那在做这些交互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聊聊 Arbitrum 是干嘛的。其实说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，以太坊网络不是经常拥堵吗？以太坊 2.0 又遥遥无期，而一批二层扩容方案的项目，他们的优势就受到了不少的关注，比如说现在的明星扩容方案 Arbitrum。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把以太坊想象成全球共享的计算机，允许所有的用户在这台计算机上面运行他们的智能合约。那很明显啊，它非常贵，性能也是有限的。那 Arbitrum 就是来解决扩容性的问题。项目团队的初衷就是希望 Arbitrum 能够和以太坊兼容。 V 神之前也提到过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啊，所以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。好的，进入我们教程啊，今天完成交互有两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呢是直接通过以太坊网络转，第二种呢，如果是你马蹄网络本身有资产的话，在以太坊 gas 费很高的时候，你通过马蹄转到二层会省一点手续费。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，我们来到这个 Bridge Arbitrum IO 的这个网页，我们需要准备的是在你的小狐狸钱包里面最少有个 0.006 个以太坊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网站时候就要把这个网络切换成以太坊网络线，接着我们就可以输入金额，把这个 ETH 存到这个 L2 里面，因为从 L2 提回到 L1 的话最少需要 0.005 个以太坊，再加上扣一些手续费的话，我们做交互的时候大概成本是10刀到20刀左右，存到 L2 的话需要等个2-3分钟左右啊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等到下面提示转账成功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点击切换网络到它的这个二层，我们就可以把钱转回来了，完成这次交互。但转回资产的时候呢，官方表示需要等待7天才能在主网收到，所以我们耐心等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们看第二种办法，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啊，选中你马蹄上面的 WETH 转到 Arbitrum。 我试的时候呢是需要扣 0.0038 个 WETH， 大概就是12刀左右啊，因为从以太坊本身跨到马蹄是需要手续费的，这个办法呢是适合马蹄本身有钱的朋友。最后的话我再聊聊对空头的一些看法吧。总的来说，短期的空头其实是挺内卷的，因为最近也有一些什么代撸空头的业务都出来了，我有看到有人用5个 ETH 代刷这些账号，几百个账号的去刷，因为没有人具体知道要达到一个所谓的什么标准，比如说交易量或者交互次数才能获得这个空头啊，或者你去体验它该网络里面的一些项目，只能说我们参考了以前的一些项目经验，比如说像 DYDX 这个项目，大家也是等了很久才有空头啊，它的规则是存过款啊，交易大于1美元啊就会获得更多空头，交易大于10000美元又获得更多，所以空头财富效应这种东西呢，项目方总是会有一些小套路去吸引别人去使用啊，他总是通过一些明示啊、暗示啊，以后会发空头，大家就所以就很多人又来用他这个产品，就增加了这个平台的活跃数嘛，增加了交易量，还有一些比如说用户体验了不错，他们就沉淀成为了长期的用户，项目方一看这个数据牛逼了，他就找资本融资，等融资有钱以后他就发币，所以我们尽量就多抓住一些风口就好了，每天尽量多赚一个鸡腿钱就够了。好的，那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加点赞啊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